全军出击！夜兜兜兜，炸！回家了。你怎么的呀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，在他们脚下点个火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兵了，上来三个兵，一个都不要啊？行，上来就丢三个经验，玩吧，我看你来不来。一级不要经验。我跟你说，我马上起飞，起飞了！兜兜兜兜，起飞了，跑了。没关系，塔下你还是得死，小伙子。一兜兜起飞了，兜一换一还行吧，他正好升了，你怎么？那塔打我怎么升？他两个兵，玩吧，是不是要碰着凯隐了？我一寻思就是。你快走啊！哦，血怒！我现在没办法跳他的脸了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们也去帮帮忙吧。正好兵线没过去，我去看一眼啊。别急啊，起飞了，兜兜兜，起飞了。不知道亚索有没有闪现呢？这闪现闪的我确实是行啊，我直接撤了。没事啊，落手没有闪现。不用担心。他碰不到我们的。想看看火球吗？再见。这是给你的。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出错了，这鞋出错了，可完了啊！
出个法穿鞋。 我已经这叫什么攻速海了，我感觉我的爆发现在比他的爆发应该高一点。 我现在也就是没办法越塔杀他，这玩意儿有个拉，很烦人。这个拉，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啊，我们也可以小尝试一手，不跳他就行了。我直接把他打到墙角。 你就塔下站着吧，小伙子。他喜欢吃全熟的食物。怎么的？凯也要来了？还是亚索要来了？那我撤了。 这一瞅就是来人了啊！起飞喽！你们是真爱抓呀，我发现呀，正面来一波不行，还得反着再来一波。 你帮着个笨逼，你也抓不着，有什么用呢？ 变身了还行，我们一下不让他打着，不让他变身。这是，起飞了，兜，来玩吧。 给我杀，杀落手！你们俩都得死。哇，双杀，可以啊。
打工了。拿个一血塔，我们无敌了。150把这个药卖了吧，这叉子还是挺重要的，我要个叉子吧。为啥总玩这些非主流上单？这哪里非主流了？这都上比赛的东西，怎么就非主流了呢？总是在这种不该暴击的时候暴击一下子，你怎么上路不要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没人管，我可拆了。哎呀，哎，起飞了！你干嘛？不知道他要干嘛。我记得我好像秒过你，小伙子，没有风墙你敢往我脸上穿？那落手不回来，我可上高地了。你回不回来？起飞喽！再见！救命！人这么多，这该怎么办？天，四个人。刚才这波没地方跑了，哎呦我，
辅助武器大师。狂风之力，我这攻速有点慢，伤害不太高，而且我们有位移，我要狂风之力干嘛呀？起飞了，嘟嘟嘟嘟嘟，起飞了，嘟，起飞了。大师，我把嘲讽住的，嘲讽呢？嘲讽技能哪里去了？他可能嘲讽过别人了，我估计没有吸地了，可能。但也不能啊，那王八的嘲讽跟那壳的吸地其实差不了太多。给我枯萎他！我发现他们家好像就是开始五个人一块走，从十八分钟开始就开始五个人一块走了。我真希望那就是你的位。风吹，哎，勾的漂亮，没事，让他武器带吧。我拆塔狂龙啊，起飞了，点一 Q， 点点点，起飞了，点点点，我叫大师啊。走走走走，这就不上了，算了，起飞了。我们来找一波狗头人，这有个落手，这落手什么装备？再见，好灯，救救！狂风之力。
感觉我得要个蓝漆，要不然我这追不上人呢。我点两下这人跑了，我点两下这人跑了。打条大龙其实也行，要蓝切干嘛？出火炮，火炮我距离够啊，也行，没有地方杀人呢，这也没有人，他们家老五个人跑一块儿。起飞了，嘟嘟嘟！凯隐应该是去打石头人了。你好，丢视野，暴击。团灭了！哎呦我，德莱门的虚区，我想玩把德莱门，但我不会接斧的，有没有自动接斧的的？那是脚本。上，我嘲讽他，嘟嘟嘟。自动接斧的那是脚本儿。